你就等着来东北，你看我怎么喝。这茶到今天就要回去呢，这茶刚来，你慌啥呀？刚来啥呀？第一天就包山，你可别抢了。我爸给你准备了做好吃的，你说拿啥我也不吃，你拿家宴老像样了。你啥宴我也待不了，我再待两件裤衩都没。我表妹听说你要来，特意准备不少好吃的。哪有表妹呀、啊？刚来的。刚来。大宁这腿现在也走不了，再待两天也行。在家了，必须来一个我们的特色菜，家乡特色菜——红烧干锅焖鸭。鸭子下锅。表妹啊，就是黄焖鸭，等会儿你就吃吧。走啊！你个表妹啥时候来呀、啊？这是忘了去附近干啥了？没下班呢，是吧？没下班，这真没有。妹夫，表妹是啥人下班啊？应该快了吧？小烧烤烤的到位啊！哎哥，你们不是早走了吗？啥也走啊！大宁腿脚不好，回去再给他养两天。表妹要来了，宁，我必须给表妹整个东北蘸酱菜，红烧干锅焖鸭，云南炊锅。家宴开始了，先整一口吧。你等会儿，缺个人吗？缺啥人呢？来，先整一口，快快，来，他们这韭菜真壮啊！啊，像抽似的。表妹等会儿来，我再吃点。妈，你旁边整个这个，你这，平常是谁的球？咋这么你要那种我的书？咱哥有那直接 A 呢？还是正常？听不懂啊？跟着笑呗。是，咱不能懂，咱不能懂。别喝酒了。是的，我不知道说啥呀，他们。小刘，等一下，等你啊。咱用好啊，那肯定的啊。咱想起两三啊，人家干了，白死了。木门呢？来，身体健康，越来越好。熟干了，喊媳妇。我们老板要讲两句啊，就想吃口肉。老板，讲两句，越来越好。感谢大伙，欢迎来到东北游啊！哎，游来东北，你看我怎么喝的啊？你就等着来东北，你看我怎么喝。表妹啥时候来啊？我们酒店吃。表妹不在呢吗？你别跟他开玩笑，那是啥表妹？那是你表妹，名儿叫表妹啊。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今晚交给我了你。